谢 Grace， 请坐。接下来这一位呢，他是一个小朋友，为什么？因为他刚刚满21岁。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蹦蹦跳跳，我觉得他太可爱了。但是看他做事的时候，他的认真远远胜过很多所谓的大人。我们一起以忠诚的掌声，一起来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红宝石总裁 Jack Chong。今天感到非常非常荣幸。刚才我上台的时候呢，是一片看不到的，都是灯光。从2年前当我妈跟我讲杰斯平台的时候，她跟我说可以做全球80个国家。结果我看了杰斯产品，我问我妈：“你要我去卖抗衰老吗？”当时我才18岁，所以觉得说这个生意可能我办不到。结果几个月之后是我妈的邀请，因为她说包吃包住包玩的来到了香港杰斯大学。我放弃了当时候我非常崇拜的偶像，也是我的好朋友王力宏的演唱会的票，来到了香港。当然在这里我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生的偶像，就是我们的创办人 Kim。 Thank you。 来到杰斯以后，我所感悟的非常简单，因为在之前，在我6年前，当我15岁的时候，我开始了创业，而当时我听懂一句话：天上飞一定比路上走还要快，所以我第一家店就开在了网上。15岁，我当上了第一家店网店的老板。16岁开第二家，18岁开第三家，听起来感觉上应该不错，其实是因为一家一家的倒了，所以开了另外一家。不过当时候我也自己明白，我不成功并不代表电子商务不能做，只是我还没有找到成功的方法。所以当时候呢，我跟我妈到了香港杰斯大学以后，我看懂了它也是另外一个电子商务平台，只不过它简单多了。我不需要再像以前这样子天天拿货送货囤货收钱放账，每一天做同样的事情。我还在上学嘞，我当时候是一名学生，当然今天我还是一名学生。所以那时候就决定了，觉得说，而且在台上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见证，每一个人见证让我觉得说，这个生意我们不应该局限自己，也不代表说只有我们认为的那几种人可以做这个生意，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在我脑海里面都浮现出不同的名字。我觉得说我身边有太多的人都能够做这个生意，所以我决定回到马来西亚一定要全力以赴。回到马来西亚以后，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当时一个18岁的小伙子竟然去做了抗衰老的一个生意。产品在我身上可能没有很多的见证，也没有很多的这个能够发挥的地方，所以我常说今天我不是卖产品，今天我是在卖系统。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的系统，我今天能够拥有的一切，其实如果不是这个系统的话，我是不可能今天可以在这么多全球的朋友面前跟大家分享。首先非常感恩我所有的领导，当然第一个要感恩的是系统创办人 Kim， 还有我的领导，包括了 Samson、Yvonne、Lisa、June、Melanie， 还有 Nixon。因为今天很多很多的领导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包括因为系统让一个我非常非常平凡的我站在这边，我可能可以给自己非常非常多的理由，有可能是我的年纪，可能是我的人脉，可能是我的学历，可能是我的高度，很多很多的理由。可是我也学懂另外一句话， There's no excuse for success， 在成功的路上没有借口，有借口不能成功。所以当时候经营杰斯非常简单的理由，
我也希望说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不要打暑假工。结果这个非常非常小的梦想在我3个月之后完成了，可是我去美国还有9个月的时间，所以当时我把我的梦想放大了，我希望说在去美国之前我要当上红宝石总裁，因为红宝石总裁的收入能够让我在美国无忧无虑，要买什么买什么，过上一个不平凡的大学人生。结果非常简单，听话照做，跟随系统的所有方法，因为今天我是没有方法的，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我能够做的就是跟随。所以今天不管你是任何一个背景，今天我常说我是系统的一个例子而不是一个例外，今天我只是借用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系统而且已经被见证成功的方法，套在一个20岁的人身上，甚至一个还在念书的人身上，而今天这个系统成就了我一切。所以再一次感谢 USGS 全球创富系统， Thank you。 所以我也希望说借用我这个例子能够让更多的人相信以及跟随，因为当时候我没路可走，我唯有相信。而且我常听 Kim 的这个 videos training， You not only believe but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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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ieve。 所以我就因为这个 believe， 还有刚才 Kim 在台上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也在现场，就是 believe。 而这个 believe 把我带到了来到今天这个国际舞台。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竟然能够站在一个这么多人的面前跟大家分享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故事。当然我更希望的是在未来有更多更多的机会站上更大的舞台，所以我们高峰见。 Thank you。